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袁。啊，这是我们的雪花，给大家打个招呼。你在大干家嘛？好，我是杨小华，这是我的哎，小宝宝杨凯来来星。来，我的小狗已经爬上来了，来来来。现在我们的雪花在逗我们的小可心哈，让我们小可心的话再锻炼一下，爬一下这个。来，牛奶，你走开一点，让这个宝宝继续，Come on。很多朋友说，要让我们的小可心的话多运动一下，多爬动一下哈，这个，Come on，牛奶，叫宝宝爬过来。宝宝，看到吗？啊，你看这个被他给吸引住了，这个。叫那个小分哥不要动哈，哎，Come on，Come on，Come on，来，好了好了。等下小宝宝他不动了那、这个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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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我跟你。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。拿给我 ，give for me。Hello， 谢个星 ，come on。come on。叫分哥不要动，叫分哥不要动，又影响了宝宝的注意力。Hello， 谢个星，come on， 加油，come on。come on， 加油，加油，come on， 哎呀，我们小宝宝给累的了，这个，累的了，这小宝宝，come on。哦，在休息啊，我们小可心在休息哈，真是太累了这个，爬了一大段来了哈，我们小可心呢这个，很多人都没说，都说要鼓励一下我们小可心，让他多锻炼一下，然后我们再让小可心多锻炼一下哈。Hello。所以让他在地上多爬一下，这个地上有点凉哈，有点流鼻涕了，我们还是爬完之后我们放在他床上去。垫一下哈，不然的话太累他。累了，我们小宝宝。come on， 继续加油。你看那个小庞正长大了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让小庞正和那个小可心来，这个攀爬比赛啊，这个。OK， 雪花抱着小宝宝不爬，让他宝宝累了，换个 baby。啊，今天我们是这个，来，我们给宝宝拍个照。来，看一下，小可心看这，看这，哎呀，那个鼻涕好多啊，还是在这个地上不能爬太多了，不然这个地上还是有点凉的，这个地上。来给小可心，坐那个凳子，那个凳子在哪里啊？凳子？什么？哦，那个凳子。这个凳子。啊，这是谁送的这个礼物啊？给小可心啊？啊，是姐姐给我们小可心的礼物哈，我们看一下，让小可心坐一下，来，小可心坐一下这个姐姐的这个礼物啊，哦呦，小可心现在可以学走路了，哎，来看一下，别动，小兵哥先别动哦，哎呦。Hello， 哎，现在可以走了，那我们把这个小可心引过来，这个，这是我们昨天买的哈，是第一天，所以小可心的话，它还不会走路，这个，毕竟才9个月嘛，9个月的时间哈。
我听说这个东西的话，最好是10个月用，因为现在是9个月多一点点，9个月10天吧，还差一点点这个时间，所以我们现在的话最好是用的少一点这个。哦，好开心，你看好开心，他要走过来了，要走过来了，哎，笑得好开心呢，笑开心，哎。啊，这是尼泊姐姐给我们这个小可心买的礼物哈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，她走不了了，现在她不会走，现在还在学习这个，学习当中啊。哎，小可心，这是你妈妈，这是你们俩的这个首饰哈，首饰这个，哎，不能吃的哈，不能吃的，这个不能吃的哈，这个不能吃的。什么都拿过去吃，我就怕这个小掉下来的吃进去了就不好了，这个。啊，这个小庞正在哭哈，我们看一下小庞正那个。啊，看一下你那个小弟弟哈。Hello， 这是思密达哈，思密达。啊，这是他的小宝宝。刚刚打鸣。啊，在睡觉。刚刚打鸣是。刚刚什么？打鸣。哦，打疫苗。打疫苗。哦，刚刚小宝宝打疫苗刚回来哈，小反正他刚打疫苗刚回来。Hello， 胖胖的啊，打疫苗刚回来这个。啊，我们的小宝宝小花打疫苗已经完了吧？哎，我 already。嗯。啊，我们打完应该已经结束了。9个月，等一下我们要去打疫苗。一个星期后我们打疫苗 ，OK， 宝宝1个9个月之后也可以打疫苗了。那芒果给妈妈吃，你们呢？哪里有芒果？我们家里有芒果。没有。有芒果。哪里有？Let's go。我丈母娘在这里哈，还没有这个吃那个，还拿这个李子给妈妈吃哈，每天拿点那个，买点水果这个李子的话挺甜的这个李子，还有葡萄哈。丈母娘来多吃点那个水果给丈母娘。Hello， 给宝给洗一点给妈妈吃。OK。好的，那么今天的话就先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下期的话再给我们这个小可心再锻炼其他的这个运动项目哈。这个今天先排一下这个，这个东西的话我们这个后期再用吧。这个用现在用的话感觉不大好，我说要10个月会好一点，不然的话对脚不大好啊。这玩意，这尼泊尔姐姐给我们送的这个礼物，这是我丈母娘给我们带宝宝，已经带了好长时间了，再过一段时间，感觉要回去了这个。好的，那么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小可心再见。再见。